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在《妙缘集》里面的《中观经论》啊这本著作。那么在75页啊，75页这个地方，那么我们想稍微再做一点整理了哈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从性空为明系啊，性空系的。还有什么唯识系、虚妄唯识系，然后呢真常唯心系。真常唯心系倒是比较没有去做比较哈。那么性空系呢，它会是属于什么自空，它是不是自空的？然后这个是什么他空，所谓的自空就是当体即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透过性空而相空，也因为相空的关系，我们说它当体即空，对不对？唯识系它是不是局部的空？那么它本身并不空，因为它唯识所变现嘛，它是不是局部的空啊？啊，这个教室里面说这个教室空，是因为这个教室没有牛没有羊，所以说空的这个空教室本身并不空。这盆花说它空，是因为它没有鸟没有蝴蝶，说它空，花本身并不空。唯识哈，因为它的专长不在于这个空，所以它也只是局部的空，它反而比较长于有。它是不是比较常于有啊？只不过这种有呢，啊，我们说它是什么？是不是假有的？它这种是假有，但是假又怎样？假必一，一时。所以它的自信是建立在什么实有的自信上面，自信实有哦，实有自信有没有？那是极为在最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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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分析到不能再小的那个极为上，它是有的，叫做实有自信。但是这个的话呢，是怎样？它是无自性的，有没有？它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哦。它是不是无自性的？所以我们说它是什么？也就叫做性空嘛。这个空就是这个无，这个性是不是指的就是自性啊？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都在探讨这个自性的问题。自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自性。这个自信以这边的自信的定义很清楚的叫做什么？单一不变实有的，所以根本他这里已经否定实有嘛，实有的什么主宰性，这个叫做具有自信。也因为他不具有自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叫做什么性空。这个无是不是就在否定啊？所以它这里的无或者空，其实它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。但是这里的空是讲没有，叫做空，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哦。这里的空它并不是在讲它的否定，它是直接它的空就叫做没有，所以我们说它局部空。那么局部空是说它没有什么东西之外，它本身有哦，所以它是实有的什么自信。但是这边是怎样？是性空的，也叫做什么无自信啊。于是呢，它这里是缘起性空，但是它这里会变成什么自信缘起。他也讲缘起，
不过它是建立在实有的自信上面的缘起，实有自信的缘起，这是这两边很大的不同啊。其实它这里是自空，这里是什么？他空。那如果这边在讲自信，怎么讲？它没有这么复杂了，因为它很简单。我们往往在这里也常常看到有自信这样的名相。我们说这个自信往往都是在讲什么？心性、佛性，或者就叫做如来藏。如果论自信来说的话，你看有这么大的差别，有这么大的差别。所以我常常以前在这边讲这个性空里面的这个自信，一直讲说这个的自信跟这个自信是不一样的，很大的差别啊。乃至于这边的自信也不一样啊，它是实有的自信，这里是怎样否定自信的存在，否定这个特好、哦、这几个特性的存在嘛。他也一样讲缘起法，他也一样讲缘起法，但是他这是实有自性的缘起，这边的缘起是怎样？缘起性空的缘起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比较细密的这个部分了哈。好，那么我们75页啊，75页第二段了哈。这个第五行，唯是学者说空，无论如何善巧的解说，永远跳不出他空的什么圈子，都是局部空而已。啊，那这种他空论，也不是唯识学所特创的，它的渊源远从什么萨婆多部，是不是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就这样的？不是他，不是唯识学自己创出来，因为他的前面的来源就如此，所以他也是沿用啊，对不对？从萨婆多部就已经来了。好，那唯识啊，在75页倒数第四行啊，如果解释啊。解释解经里面说的诸行空，那么就是在讲诸行中无我所，所以是空，而不是诸行的行空哦。照说我们说，哎，诸行无常啊，这个诸行应该是讲的是诸行本身，但是他这里的诸行空不是在讲诸行的空，而是在讲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。就像我们讲这盆花空，不是在讲花本身空，而是在讲没有鸟没有蝴蝶的空，一样意思。不是在哈，所以它诸行空不是在讲诸行的空的行空哈，诸行的行空，而是在讲诸行当中无我所，这是不一样意思啊。把这个诸行当作花嘛，把这个无我无所，把无我所的这个我跟我所就当作花啦、啊、鸟啊，不是当作鸟啊蝴蝶，他是在讲没有那个东西叫做空。好，所以唯识学者就乘此思想，所以说啊，在依他起性呢，那么远离片计所执相，名为什么空？所以他所空的是片计所执的相，而不是在依他起的这个本身它是空。以依他起相来说的话，他还是认为是有哦。哦，所以他这里讲到嘛，依他起相是自相有啊。不能说它是空，所以这个叫做他空。哦，所以他说这种他空论早已经根深蒂固，而必然的与自性有论呢，
去做哈、啊，去这个相结合。说得远一些，他的空的思想还更早见于什么中阿含里面，啊，中阿含还有中阿含里面的小空经有没有？我们刚才讲过，小空经讲到鹿子母堂的空，是讲它里面没有牛羊，说它空，不是讲堂本身是空。哎，这个是啊，因为唯识它强于讲有。所以他对空的这个解释，是不是我们会很不习惯呢？他不善于去解释这个空啊，他反而不善于解释这个空，有点牵强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哎，他会变成是局部的空哦。所以这里就讲嘛，所谓的唯识学的这个空义来讲的话，就实以西北印的他空论为本，有没有？哦，在我们的第76页的倒数第六行，有没有？西北印是什么？说一切有部到萨婆多部，是他空论，并不是唯识学他自己特创，有没有？刚才不是这样讲，啊、哦，不是由唯识学自己所特创的，有没有？在75页的倒数24、6、7嘛。他空论不是唯识学所特创，它的渊源是不是远从什么萨婆多部已经如此的，在部派时代就这样，所以它只是沿用啊。因为我们说法源是不是要往前去找啊，啊，要往阿含经去找，要往什么阿毗达摩去找它的那个理论的基础啊。所以呢，回到76页哈、啊，倒数24、6第六行，那么唯识学者的这个空义啊，实以西北印的他空论为本。这西北印的什么萨婆多部，萨婆多部哈、啊。那虽然已经接受了大圣一切法空说，但是究竟还是隔，还是隔了一层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他空论，他空论。啊、哦，唯识属于他空论。啊，至于自空，啊，自空是什么？是不是中观这边的？对不对？中观，啊，性空为明系这边，它一样也是要渊源于阿含经哦。我们说大圣三系是不是都要同样有同样的法源，都从哪里？从四阿含来啊，从阿含原始圣典来的。好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在《杂阿含经》里面已经讲哈、啊，常空，我所空，啊，性自而故，也就是在讲常我所的当体即空，不是另外有常我所等的不空，它当体是不是就是空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性空的缘故嘛，性空而相空，所以说它当体即空。啊、哦，当体即空，那这是透过自空的方式啊、哦，自空的方式。好、哦，好，那在77页的第一行这里就可以看到哈、哦，缘起因果的相续有，那么是属于什么？是俗的，也就是相顺而相生，它是不是流转门啊？世俗地上面的是流转门。但是圣义地呢，也因为透过无我所而空，跳脱出来，因为相违而怎样相灭嘛？那是不是所谓的这个环灭门呢？环灭门，透过环灭门是不是才能够达于圣义地啊？如果我们一直在流转门，那就是一直在什么世俗地上面嘛？哦，所以会有世俗的有与圣义地的什么空。哦，世俗有是什么相的有，圣义地的空是什么性空，相有的当下是不是就是性空啊？对不对？我们看到相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相的世界嘛？这盆花是不是也是相有的？它本身是不是还是性空的？哎，它还是性空，所以这叫做自空哈。所以世俗有，但是呢圣义地空，相有的当下其实它还是性空
啊，所以在第二行这里就讲，总之啊，所谓的自空乃即法的当体而名空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他当体就名空？因为他自性空的缘故嘛。那他空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此法上空去彼法而来名空。这盆花我们也说它空啊，唯是怎么说它的空呢？是说它没有鸟，没有蝴蝶，它的本身啊，所以说它这个叫做这盆花的空，对吧？它是不是先去除哈、啊，去空去彼法，空去了什么其他的、啊、鸟跟蝴蝶嘛？先空掉，那个是空的，哎，那个是不存在。啊，因为那个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说它的空是讲在那个它笔法上的空啊，来明它的空。但我们说唯识，因为它强于什么相有，其实它反而不专长于谈空，而且它谈的空是不是有点就是用他空论的那个方式啊？哦，所以这里就讲到中观所说的。好、哦，是叫做世俗假名有，圣意毕竟空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习惯的，对不对？世俗的那个假名有是什么相的有嘛？因为有相就会有很多的名相的出现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但是呢，圣意地上是不是它还是空？也就是说，中观讲的这个有是不是宛然有啊？是世俗的假名有嘛？啊，有这盆花，这是不是也是宛然有？而怎样？毕竟空，啊，而毕竟空。那他空论来讲的话，他是不能承认，因为他的什么定义不同啊？啊，所以唯识一直在批评中观，啊，说他们一直在讲空啊，自空性空。那么唯识就在批评。中观说他这叫恶取空，有没有？哎，啊，其实是因为唯识他本身在定义上的不一样，你不能说人家是恶取空，哎，因为你的定义方式不是他的定义方式啊，两者的定义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啊？对不对？它是有差别的，哦，这样子来批评其实是不正确的，而且我们说唯识因为他在后，所以他可以批评前面，中观没有机会去批评唯识，因为他中观在前呢，他批评不到唯识，哎，哦，但是他的就说这两者的那个定义是不一样的，方法也不一样，哦，方法也不一样的，哦，所以他们照自己的方法来修正，哦，那唯识学者呢，他说一切皆空是不了义的。但是中观的话是不是要讲一切空才是了义啊？所谓了义是让我们能够解脱的，哦，能够达于涅槃叫做了义。但是唯识其实对了义的定义也不一样，哎，唯识的了义是说能够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叫了义，这也是很大的差别。明白清楚的呈现都是在讲现象嘛，它并不提供解脱涅槃呢？那为什么他们认为说唯识讲的一切法空不了义？是因为讲到一切法空都是在讲性空而达于相空嘛的那个部分，是不是没办法非常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？所以说它不了义。哦，的这个不了义呢，是说它不是清楚明白的呈现，叫做不了义。所以光是一个不了义，了义不了义的定义是不是也觉得不一样啊？这样能理解吗？好，我们大概都会根据什么中观讲的了义不了义的定义，了义是提供涅槃解脱之道，叫了义，不像唯识说要清楚明白的呈现才叫了义，因为他在相上，因为他比较擅长于什么现象的呈现嘛。所以他会觉得，哎，要在相上能呈现的才叫了义。但是我们说在相上，就算说你很明白的呈现出来的话，那却是无法提供涅槃解脱的，是不是？在相上怎么可能解脱呢？因为我们在相上是不是就很容易去着相啊？
一旦着相痛苦烦恼，是不是又造作恶业啊？哎，我们的那个烦恼多，怎么可能解脱呢？哦，那以中观来讲的话，这个性空的空，是不是专门在破斥我们的什么自性妄执啊？对不对？破除自性妄执，才可能这个转染成净，对不对？我们说，在证得涅槃解脱的当下，是清净无染的，才可能达到嘛，达于涅槃解脱之道。啊，是转染成净的，是放下了自性妄执。那如果一直在实有的自性里头，就反而被绑住了，而跳不开来。啊，所以他到最后其实还是得放啊，因为我们一直讲说他是能锁的问题嘛。能观的是所观的什么境，他会觉得这个是空，但是这个不空，这个是不是叫做他空啊？只有这个是可以空，但是我这个是不能空啊，因为唯识所变现出来的这个部分。最后呢，他还是要透过能所的问题，既然这里空，相对这里也应该要空，要放下这个才有机会解脱涅槃，是不是还要从不空再转到空？既然这边空，是不是相对这边也应该跟着空啊？好，不应该是这边不空而这边空，只空一边的，其实还是不合理。当然在现象上是有可能啊，好，但是在法性上面来讲的话呢，相对起来的话，应该这边空，这边也应该空，啊，所以还是得放下这里的不空，是不是才有机会解脱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唯识的比较复杂的地方，因为它从相来下手，就是它当然会是比较复杂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。77页这里嘛，哈，唯识学，那么他认定哈，这个论空，77页的第4、第5行，第4行我们刚刚讲嘛，哈，他们认为一切皆空是不了义的。那这个是因为跟自性空处于怎样相反的立场？为什么是相反的立场？因为他们在自性上面，他们认为是实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自性空者，也就是中观这边，啊，他们是认为说这个自性是不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后来唯识学者来论空的话，只有去遣去了片计所执。啊，他只遣去，等于是片计所执，一个人踩到绳子以为是蛇，这个蛇本身是怎样，是可以遣的，是可以空的，但是绳子本身是不能空，因为它是假有的，但是假有又立在什么实有上，假必依实嘛。啊，所以他只有针对什么片计所执的部分来说它空，所以它是不是还是局部的空，叫做他空嘛？啊，那不但不能说缘起即空所显，也不能当下来确认啊，诸法皆空。啊，因为他不认为缘起即空啊，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所谓的缘起，它是立在什么实有的自性上面的缘起，所以他无法去啊。当下确认诸法皆空，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，啊，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有不空的部分呢，是他要保留的，所以他只是空掉一部分，啊，他只是空掉一部分，所以这就讲这是自空与他空的什么根本不同之处，好，那么引用成唯识论，当然是唯识学的。啊，就讲若执唯识是实有，亦是法执啊，对不对？
一旦是执，它是实有的话，那么是不是还是法执啊？还是难以解脱的啊？所以以为为是呢，也说缘起心心所法空的话，那不免复会啊。一般以为啊，因为要谈一切皆空，那连为是讲的心心所都法空的话，其实是因为不理解为是啊。它的根源是不是从他空论来的？哦，而且它是建立在什么实有的自性上面嘛？哦，建立在相有的实有的自性里头来的，所以并不是它的它所建立的这个缘起心心所法都是法空的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里就讲到哈、哦，不免复会啊。所谓的复会，就是用中观的角度来解释它，哦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导师就讲，我觉得啊、哦，很少看到导师用这样的那个语气哈、哦。导师说啊、哦，这个他觉得呢，中观者的一切法空有没有？中观者是不是非常强调一切法空啊？哦，因为中观他长于什么性空啊、哦？到大乘佛教时代哈、哦，尤其到初期大乘，我们说只要一个实相印就够了，就是性空的法印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强调一切法空啊，主要就是从缘起因果而显的嘛。所谓的缘起因果，也就是缘起法啊、哦，缘起而性空，性空而怎样缘起？缘起是不是等于性空？性空也等于缘起啊？哦，它是等同的，就像我们讲的说，哎，缘起跟自性它是不能并容，有没有？必须要去否定自性，是它才等同嘛。缘起等于性空，性空等于缘起。哦，那这个是从缘起因果而来的显现的。但是唯识，啊、哦，唯识宗呢，它是从什么认识论来讲？那认识论呢，往往就是在现象上才认识得了。啊、哦，比较从认识哈、哦、那个现象来谈，所以唯识者以为从因果缘起来明空的话是共小胜，是不彻底的。啊、哦，他们这个是唯识者的一个误会。啊、哦，唯识学者会认为说，你从因果缘起来明空，这个是共小胜。是不彻底的，大圣应该要从什么认识论上面来说。那其实大圣并不是一定要从认识论来说啊，啊，因为认识论是不是还是从现象来谈啊？虽然真常唯心系也从认识论来看，因为他都说从相有来看嘛，从现象来看，现象是我们认识的对象，但是我们说佛法的可贵不是只有从相来看，反而应该要摄相从性，有没有啊、哦？要去看到更深细的什么因缘，而且这个因缘充满了什么平等性啊？好、哦，那像摄大圣论来讲的话，它也是所谓的唯识学。哦，所以呢，导师就讲，所谓的无自性，并不是说自性完全没有啊、哦，如未来法在未来法生，那么也必须要。待因缘而觉无自然生，所以名为无自性。也就是说，不是谁生谁的问题哈，也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更不能是无因生，而是由什么由缘而生。有没有？我们讲缘起法，它是不是所作者啊？它是带他的，有没有有因带性嘛？而且是什么？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一切现象，是不是透过缘生而呈现的？造作者其实是谁？是缘在造作，因为缘本身是不是有执着的特质啊？也因为执着才去缘生出来嘛。这个是有为法的造作的，啊、哦，这是有为法的造作，所以我们说是从缘而生出来的，啊、哦，是由缘而生，啊、哦，不是说。如果从现象呢，就会想说，到底是自己生自己，还是他来生他？哦，虽然我们说，哎，是父母生孩子，但是这个也要众缘和合，是不是才生得了啊？
不然同样有父母现在不孕症的不是很多吗？啊，不见得生得出来，是不是也要有，也是要众缘和合才能生啊？哦，不是说谁能生谁啊，哦，而是众缘和合而生，叫做缘生。但是缘生之后，是不是也必然缘灭啊？哦，以中观来讲的话，不只讲缘生，还讲缘灭。缘生缘灭合起来叫做缘起法，但是如果是唯识呢，它比较重缘生，因为缘生出现象来，它是不是重现象啊？它就比较没有去管那个缘灭的部分，哦，因为所谓的相的呈现，必然都是缘生的状态，才有现象嘛，哦，所以呢，这里说它这个所谓的无自性，也就是说。必须要啊，必待因缘而觉悟自然生，不是自然生谁生谁，不是自生，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更不是无因生。那么这个在中论里面就讲，啊，四不生啊，啊，不是这种生法，而是什么缘生，啊，就是由缘来生这一切的，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在七十八页，哦，七十八页第四行，哦，等于是离以唯识学来讲的话，离此片寂啊的非自相有啊，跟大圣讲的空无自性说来讲的话，那么唯识学者哈，自命不共于小圣的地方。那其实唯识跟小圣哈，有它相同的，啊，有它所共的地方，其实都在相上比较共。那其实反而波瑞跟小圣，啊，它能够有所共，也共在哪？共在因缘法上。啊，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一样在讲因缘法，哎，那大圣呢？哦，以出席大圣的话更是在讲因缘法，反而大小圣的共会共在哪？共在因缘法上。哦，那因为像解脱涅槃，哦，声闻法来讲的话也比较从相来看待，所以他要出离生死心入涅槃，是不是还是从相的角度啊？哎，也有他所共的部分了，哦，那所以我们说其实大圣佛法他不是别有跟小圣来讲，跟声闻圣来讲，不是别有法缘，它是不是共同的法缘啊？有它共同的法缘，只是说它发展出来，以大圣来讲，它发展得更圆熟，那个系统，啊，它的那个体系呢，成立得更圆，啊，更周延一些。那么在声闻，啊，尤其在大圣佛教兴起之前的这个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时期呢，它可能都是比较零散的、局部的，尤其部派，它是不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发展它的那个学说？哦，它其实那个整个那个贯穿性其实还是不够的。哦，好，那在这个第七十九页啊，七十九页这里也讲到这个第一行，哦，说依缘起因果法。哦，来明执明一切法空，那么叫做空门嘛。啊，不取一切相呢，叫做无相门。啊，那不去着任何的这个所作或者叫所愿来讲的话呢，叫做无作门或者叫无愿门。那合起来也就是三解脱门，有没有？三解脱门其实还是会从什么？从空甚深的空意去下手啊，哦，所以呢，这里讲到三解脱门同源一实相，有没有？的这个一实相，也就是要从什么？从因缘法，哦，的那个平等性里头才有机会跳脱出来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中观以缘起无性的空门为本，那么未尝不说无相。啊，因为中观它本来就是缘起无性空嘛，对不对？无性是不是等于性空？啊，所以它比较属于空门的部分。但是
其实透过空门也一样，它可以通无相门跟什么无愿门，一样是可以解脱。所以我们说解脱的值是一样啊，大小圣来说的话，解脱的值是不要一样啊，都要跟什么诸法实相去相应相契。诸法实相乃诸法什么空相，乃诸法的平等平等之相，透过平等而极尽涅槃嘛，啊，而跳脱出来的。哦，那这是以中观来讲，那但是以唯识来说的话，他专从观空来明，啊，不如所取有，啊，也不能及因果来明空，啊，那这也是二宗的什么不同的地方。哦，就是他因为他的这个观空的这个空本身是他空的，啊，是他空的，所以呢，不如所取的这个。有，啊，而且也不能及因果来明空啊，因为他在空的这部分呢是比较弱的，因为他比较长于什么相有，那一旦这个空比较弱的话，其实他比较不能提供解脱道，是不是还是要透过那个空才能够提供解脱道啊？啊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我们说。解脱涅槃的那个本质，啊，其实是什么？就是甚深的空义。啊，那至于大小圣是量上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是量的问题。啊，大圣是因为量大，菩萨道是因为慈悲心重，对不对？啊，自己能解脱而不忍心解脱，是看到众生还在什么生死流里头。哦，还在生死苦海当中嘛，透过慈悲心而去做量上里面的一个扩展，哦，但是呢以中观跟唯识哈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差别，哦，所以以上呢名缘起无自性都是为了要去说啊这个甚深的空义啊，那以龙树学来说的话，龙树论来说的话是很多，那根本与其他的学派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龙树学它是非常的这个通透的啊，所以不能望文生义，见到了缘起自性空的名词，以为都是同归一致，这样知道吗？一看到了有，虽然这三系也一样会谈到缘起，也谈到自性，也谈到空，但是不是各有不同的定义啊？其实有不同的定义，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呢，啊，嗯，因为都有不同的什么角度的切入，哦，嗯，那以上是属于这个空的部分啊，嗯，空的部分哈，嗯，所以光是一个这个从自性，然后再谈到空的这个空啊，嗯，可以从这个分破空呢，从观空乃至到自性空，那么以中观用的是什么自性空？不是用观空的方式，观空的方式不管如何观，是不是还是观在相上面啊？自性空呢，是观在哪里？观到因缘上去，反而脱离相，脱离相。好，那分破空的话呢，比较属于部派时代，哦，他所用的一个方式，哦，当然也影响到了唯识，哦，也会影响到唯识学来，哦，好，那所以呢以第五章来说的话哈，第五章可以说是中论，哦，中观的根本论题，中观的根本论题是不是就是从缘起，从自性，哦，从性空来谈，哦，因为第一节是在讲缘起嘛，第二节是不是就在解释何谓自性，第三节就是在讲空，如何的去观空，哦，如何的去正确的理解空，哦，然后到第四节呢把它结合到一起，所以往往也会透过分别的来说之后把它怎样合起来说，啊，所以到第四节呢就是缘起自性空，有没有？也就是缘起性空嘛，啊，就是缘起性空，啊，好，所以在第79页第四节，啊，说现在把上来所讲的，啊，上面所讲的这个缘起自性还有空合起来，那么就是缘起与自性是绝对相反的，啊，缘起呢即无自性嘛，
有没有？前面是不是也讲到缘起跟自性，它是不容并存，因为它正好相反，对不对？缘起它是什么？是带他性的，是所作性的，但是自性它是不是不带他性啊？而且它是无作的，啊，正好是相反，所以它是不容并存。所以我们说缘起跟自性是怎样绝对相反的，所以呢，所谓的缘起，它必须是怎样无自性，所以叫做性空嘛。啊，自性呢，即非什么缘起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啊，因为缘起性空的缘故嘛。啊，所以一般的众生或者外道，还有佛法中其他的各派，都是以自性为根源而怎样而出发。一旦以自性为根源出发的话，是不是都还比较站在有的立场啊？叫做实有的，因为从现象来分析，啊，分破空，再怎么样去切，是不是还是切在相上？啊，切到最小最小最小的极微或者零虚值，它还是有，而且说它是实有。哦，那唯有我们说中观它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它反而去怎样去否定了自性，啊，去否定自性，所以几乎除了中观以外，几乎都以自性啊实有的自性为出发的，啊，好，那佛陀之所以跟外道不同，就是怎样？佛陀说：“我说缘起，论因来说因。”啊。会比较在因缘法上面来解释，而不是从现象来谈。哦，那当然，一旦谈到现象呢，离不开什么因缘法。所以佛陀说缘起的时候，那所谓缘起是不是众缘和合而生，众缘离散而灭嘛？哦，而且缘起，我们说它是不是具有三种特质啊？第一个就是相关的什么？因带性，第二是什么顺列的必然性，第三是自性的空寂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缘起的法则。所以，啊，这里也讲到说，如果依中观来讲，中观可以称为叫做缘起宗，其他各派称为自性宗。那缘起跟自性是不是正好相反啊？它其实是背离的，哦，因为其他的都从实有的自性做出发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唯有中观它是什么？从缘起来做出发，缘起等于性空，也可以说从性空来做出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中观又叫做空中，哦，那从这个自性实有的话呢，就会落在什么现象上，是有宗，啊，是有宗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空有二宗的什么分别之处，啊，所以如果以缘起与空来合说的话呢，缘起即空嘛，空即缘起，对不对？这的空是不是就是在讲性空啊？哎，其实它就是在讲性空，这二者不过只是什么同一内容的两种看法，对不对？啊。我们说看到现象呢是缘起的，因为它缘生了嘛，它的当体是不是还是空的啊？对不对？它当体是性空，啊，所以缘起跟性空啊，不过只是一体两面而已啊。啊，也就是《心经》里面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嘛。色是它是不是缘起法？啊，缘起即性空，性空即什么？缘起，啊，不仅色如此，受想行识是不是亦复如是啊？所有一切的现象，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如此的，啊，所以缘起跟空是怎样？是相顺的，啊，是相顺的，因为缘起是无自性的缘起，缘起是必达到什么？毕竟空的。如果有自性，是不是不但不空，也无法缘起啊，具有自性，那么他就会卡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跟其他没有任何的因带性，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序列的必然性，也
也失去了自信的什么空寂心，对不对？他所以，如果有自信的话，那这不但不空啊，哦，而且也无法缘起，这样他们有点概念了，哦，那所以呢，外人以为空是没有，是无，所以我们在讲缘起性空的空，我们是不断的在强调，它不是空，不是空空如也的空，不是没有的空，而是什么否定式的空，它不过只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，所以我们一般会误会以为空是没有是无啊，啊，其实不是的啊，所以呢，今说缘起即空啊，那么就会误会以为什么都没有叫做空，其实我们说缘起性空的空，它是不是只是在否定自性的存在的那份否定的符号而已？啊，所以在中观来讲的话，一切啊，因为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有不爱生死流转以及还灭的什么缘起法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它的那个相顺而相生，那么是什么流转门嘛？啊，相违啊而相灭，是不是就是还灭门呐？所谓的这个缘起啊。缘起法它是不是包括了缘生，也包括了什么缘灭，透过缘生而不断的流转，透过缘灭是不是就有机会还灭啊，灭后而不再生、哦、所以中观所说的空不是都无所有，不过只是什么无自性而已，有没有、哦、因为它的空是不是在否定自性的存在啊，叫做无自性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空空如也的空、啊、而是在否定自性，不是在否定现象，就像我们讲到无我，不是在否定我相，有没有我相，有我相，只是这个我相呢并不怎样，并不稳固，不是固定不动的，这个我相是不是不断的在牵流变化的我啊，是不断的往生老病死这个方向、啊、的我，因为这个我是不是也有、哦、顺劣的必然性啊，有没有生老病死的必然性啊，顺劣的必然性啊、哦、有生那么就会怎样，会病会老会死，对不对，是不是有顺劣的必然性、哦、而且也有相关的因带性、哦、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也是有种种的因缘啊、哦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、哦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我、哦、本身它也是有什么自性的什么极灭性嘛、哦、所以这里讲的空它不是空空如也的空，只不过无自性而已，也就是在表达那份的空性、哦、导师就用一个比喻说，如同水中的月，月性本空，是讲月它是不是还是性空的，所谓月的性空，在天上也可以有月，在水里是不是也可以有月啊？啊，它是无有定法的，啊，乃至于到这个国外也可以看到月亮，国内也可以看到月亮，是不是？啊，它可以呈现在不同的地方。那么，但是不管如何的呈现，我们虽然看到相有，但是它是不是还是性空的？啊，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地方所见到的是不是不尽相同啊，不会一模一样啊，不会一模一样，是因为它性空的缘故啊，所以呢这个月呢啊亦可得见，有没有，在很多的地方是不是月也无定法啊，在很多的地方一样是可以看得到的啊，可以看到相有，却是它还是什么性空的哦、所以呢这里讲到空与缘起它是相顺的、哦、空与缘起呢它是相顺的、哦、那么如果离缘起来说空，或者说缘起它是不空，那才叫做恶取空，如果说缘起即是空，空即是缘起的话，这种空是不是才是正法的空啊，哎，并非什么恶取空吗，哦、要离缘起来说空，说缘起不空才叫做恶取空、哦、好。
我们休息一下，阿弥陀佛。